王俊凯1999年9月21日生于中国重庆，中国内地男歌手、演员、TFBOYS 队长。一向人气爆棚的他现在参加了一个新的节目《中餐厅》。在《中餐厅》中，他不仅是哥哥姐姐们的暖心小棉袄，还是一位大厨，吃过他做过的菜的顾客都对他赞不绝口。积极向上的他才貌俱佳，海边映着晚霞落日，忧郁的眼神，被风吹着凌乱的头发，真的别有一番意境。欣赏完帅气的照片，他当然不能错过在演唱现场的他，身穿黑色风衣，手拿吉他，有一种音乐才子的特有魅力。看他演唱时那坚定的眼神，也是对自己音乐道路的坚定，对梦想的坚定。戴着暖和的帽子，身穿厚实的民族服装，面露微笑，真的好可爱呀。王俊凯不只是我们看到在表演时是酷酷的，他也是一个阳光大男孩，他的笑容可以让我们也感觉很温暖。哇哇，我们小凯在 T 台上走秀，也是走路带风迷倒万千少女，坚定的步伐犹如是透过屏幕向我们走过来。身穿西装的小凯也充满了型男的魅力，你是不是也和我想的一样呢？